你是谁呀？我，你来的正好。像我这般的英俊美男，若是因为那幻影草身形憔悴，那些只要将散落在这附近的小药犬的分泌物收集起来，然后在高温下烤制，现在你知道了吧？啊，我都给你解释明白了，你怎么还不知道呢？就是说将附近的小药犬分泌物收集回来。真是个墨迹的江湖人士，一看就知道不受欢迎。这就是那个传说。总之，说不定有一天。